大疆 DJI Mini 3 Pro 畅飞续航包终于到啦！两个月，足足两个月的时间，这台空拍机一颗电池根本不够用 ，OK？ 畅飞续航包真的是非常难买。我大概九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各个店家一直询问畅飞续航包有没有现货，他们说至少 at least 两个月。我每一家31行我都打去问，而且都在那边留电话说等到货要记得通知我。他们说11月会有现货，人呢根本没有，这个排单已经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然后他从最低价格4990，那是刚出来新品发售的时候，他现在已经一路涨到5390去了。我记得有一个前面一个价格还是5190，就这样200200一直给你往上涨，怎么回事？这个是太稀缺，这物以稀为贵，一直在涨价。到我现在买已经5390了。最后我是在虾皮 DJI 原厂的这个平台买到，而且在双11。的整点12点硬抢到的，因为我一直有跟这个客服追踪，我问他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有现货，我真的很需要。像我11月、12月接下来都有两个大山要爬，我真的一颗电池是活不下去的这样。然后他跟我讲说，双11凌晨12点会开抢少量的现货，你一定要抢到这样子。然后那我就觉得天啊，我等了那么久，然后都没有一家有现货，全部都是常飞行的一个续航包有现货。然后最后12点我硬抢给他买下来，我就说我有抢到吗？然后他就说有，我们下周一。哇，话不多说，这箱子大小好像跟那时候开箱这个空拍机的盒子大小一模一样。热腾腾的香味，这个画面似曾相识。畅飞续航34分钟版本预购，它原价是多少？5380。我的天啊，这个不知道会涨到哪里，会不会到时候涨到6000去？哇，这个盒子也很正式哎，到时候可以放到后面。准备来把它撕掉，这个小绿。哇，准备把这手提袋拿出来，第一个东西，拿着手提袋。好，这是它全部的东西，它都在这手提袋里面。哇，这个新品就是香啊！这是专门给 DJI 的这个空拍机用的空这个包包。我先前呢，因为没有适合包包，我一直拿那个 Osmo Action 的包包。大家有看到我前面爬像玉山、雪山啊，各种山，我都是背这个。终于有一个适合的大小，可以拿来放空拍机了。边边啊，边边的它这个防水的这个布都做得很好哎。就是密封的，让下雨的时候不会直接喷进去，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哎！哇，它这个还有分层哦。最重要的两颗电池加这个智能管家，这个智能管家好像就要1000多块，而且我看到虾皮上面卖1000多块是只有两个而已，没有三个槽，那两边应该是压一起压着。哇，这长一模一样。废话，是原厂电池在长得一模一样哦，舒服。一般的电池跟长续航的那个电池大小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大家买的话，它其实体积是大小是一样，但是重量会比较重一点。哇，这样子就可以三个放在一起，可以一起充电。而且啊，它这个智能管家这个盒子啊，它本身是有自带电池，是可以当做行动电源，直接插线就可以传输给手机，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可以急救你的手机。好，那我记得它还会附送，这不知道是什么。好，非常好，就是说明书，好像还少了什么。我记得它会附螺旋桨。我在这边，这个是充电线，这样已经有无数条的这个 Type C 充电线。买所有3C 产品，他们都会附一条备用的这个螺旋桨，以防你如果打到树枝啊，或者是打到什么断掉，你可以换。我是觉得这个畅飞续航是真的非常的划算了。它虽然大概是5000嘛，如果现在买大概5000上下，那它这个单一颗电池啊，在网络上做虾皮你要买的话，一颗好像就要2000块。那如果两颗电池的话，4000，再加一个智能管家，假设1300、1500。这样子是不是就已经差不多了？而且它有送螺旋桨跟这个空拍机专用的包包，所以我觉得一定超值的。而且它网络上那个智能管家是两个槽而已，所以当然啦，原厂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而且你在别的地方买，你也不知道能买到同样品质。对，希望大家也
很幸运的可以抢到少量的现货。那我不确定现在在市面上到底它发行的现货量是怎么样。那我问了很多 3C 的那个产品店，他们都一直缺货，然后要预购预排这样子。那很幸运的，我终于拿到了这个期待已久的这个畅飞续航包。好，那跟大家预告一下，11月20日我们会去合欢山，一天跑完三座，都是简单新手入门的。那这次12月初呢，我们有一个史诗级的行程，啊，这好像有点太浮夸，重量级的行程，好吧？那我们先不跟大家透露要去哪里，等靠近一点呢，有确定要出行，因为我们怕会下雨。它真的是高难度的一个3天2夜，真的很累，会很累，大概是雪山的3倍难度吧。好，那这次就是我艾克开箱DJI Mini 3 Pro 的畅飞续航包的一个开箱影片。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订阅支持一下，按赞分享出去。你们的一个小小举动啊，或者是任何的一个留言，都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啊，这是真的。大家都这样说，但是这是真的 ，OK， 相信我，这是你们观众让创作者能够一直持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艾克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这个电池，啦哩啦哩啦哩啦。